好，走上红毯的是王俊凯，也是我们的特约策展人。他在电影《断桥》和《万里归途》当中都贡献出了非常优秀的表演，今年呢也继续担任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特约策展人。请到这里和我们一起欢迎刘念。和我们的雪人一起拍个照吧。好，我们请王俊凯先生和我们聊两句哈。我知道这也是王俊凯先生第二次来到平遥了。对对对。这一次我特别想问问您，今天虽然天气很冷，但是我相信您可以感受到我们的热情，这次心情怎么样？和上次有什么不同吗？这次会轻松一点吧，因为上次第一次还是会非常紧张一点。嗯，所以今天感受到我的热情，特别的开心。是的，首先是因为再次来到平遥嘛，因为平遥其实因为上次也来过一次，感受到这里其实有非常多优秀的电影前辈啊，还有跟我一样年纪的年轻电影人，所以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地方跟他们一起交流。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一年一次让我为数不多的机会，在平时生活中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机会来交流电影 的，所以也可以给我很多养分，所以很开心能够来到这里。是的，也祝您今天小年快乐。谢谢您。谢谢。大家期待的王俊凯也非常的棒，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现场，我们也期待他可以给我们创作出更多的好电影好作品。欢迎大家来到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，谢谢各位。